现在他左边提起来了，感觉比较瘦，对对不对？因为你那边高起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企划啦，就是我要去整形医院诊所做咨询，因为我朋友呢刚好呢他要去打他的玻尿酸，所以我想说我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去咨询一下，顺便记录一下打完玻尿酸的前后给大家看，因为大家都对于整形啊像玻尿酸肉毒这种蛮有兴趣的，所以我想说也可以记录一下给大家看。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在江南这边很有名的一间韩国好像历史蛮悠久的一间整形诊所，叫做立延昌，非常的兴奋，现在就跟着我出发吧。进来啦。你好，对，预约了，要写名字啊，生日。然后去那个去把病历统一下，写中文名就行了。好。我们现在在填这个病历啦，然后它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填一些像什么姓名、电话啊，然后你的护照号码之类的。耶，我们已经填完病历啦。那我现在就想要问一下我朋友，就是怎么会想要来打这样？因为我觉得我的脸颊这里年纪有了，就有点凹陷。病历还好吧？哦，你说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所以我就想说，可以的话就是这边还有法令纹的部分，这里对不对？对，对对对，这边两边，然后还有法令纹，我觉得我的法令纹蛮明显的。这是第一次打。对，所以我现在不会啊，我觉得很快，因为就两针呢、啊。我之前去医美打超多针，我现在很害怕。OK 的。接下来换我来咨询啦，然后我就想说可以来问看看，因为我还没有打算要做，想问看看有没有哪边可以改善的地方，这样。好的，那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或者说就是让你烦恼的部位吗？好像还没有。对，好像还好，可能就想说脸可以小一点吧。那我看一下，先往前先咬一下，咬一下放松，你自己再摸一下，咬一下。放松，你自己是能感觉到这个肌肉的是吗？是这样，是会推荐你打有机的肉毒素。这样，那打了之后呢，它就像打疫苗一样，会有那种酸胀感。然后打了之后呢，一般是要是可以维持4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2周开始见效，1个月会见到比较大的效果。耶，我们咨询完啦，然后我们现在等敷麻药，然后我刚咨询果然鼻子太大，加下巴太长，所以其实也不用再填了东西了。对，我还是要用苹果肌跟下定决心了。对，为了变美，为了改变自己，还是很害怕。不会啦，我觉得肉毒跟玻尿酸真的算是基本盘，而且你是打这里，不是打鼻子，因为鼻子如果打不好，感觉会整个人歪掉，可是苹果肌不会歪去哪吧。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对，给他们信心。这家超多人，也超大家的，是韩国的老字号的整形整外科。我刚问他不用先洗脸吗？他跟我说不用，这个上去以后他会再帮我洗，就是擦掉以后妆也会一起卸掉，然后只要再消毒以后就可以直接打，很方便，不用去洗脸。我们现在进来那个诊疗间啦，紧张吗？非常紧张。看你这次的效果好，下次也来。先当个示范，对。有妈的感觉了，有了。先上一张，脸消毒啊。
채우면 조금 이게 입체감이 생겨서 어려 보이거든요. 이쪽보다 여기가 좀 더 꺼져 있긴 해요. 목을 한번 주세요. 상대적으로 조금 더 꺼져 볼 수 있는데 그런 경우에 나중에 눈밑이 필요하면은 조금 더 넣어줘도 괜찮을 것 같아요. 일단 오늘은 여기 광대랑 팔자 쪽 해드릴게요. 마취 먼저 해드릴게요. 闭上眼睛啊，好，不敢看，别紧张，最后就是麻醉了。 오른쪽 다 들어갔거든요. 거울 한번 보세요. 나这个看一下. 我给你说看一下. 다르죠. 여기랑 여기랑. 现在他左边提起来了，你自己有感觉吧？我现在整个嘴巴是麻的。但你有觉得你的右脸？ 耶，做完了！其实时间蛮快，大概做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然后它是打四针，对不太？就是包含了苹果肌跟法令纹这样子。然后你觉得如何？我觉得现在其实它麻醉还在，对，现在是不太能动的，没有什么表情。对，但是你整个就是它之前是没有这个下面那个阴影，但我看到嘛，就是可是它现在有了，所以就觉得。 很厉害的，我觉得，而且不会不自然，立即见效，而且不会觉得很蓬，然后你是它是各都是一丝一丝这样，然后刚刚医生也有说，因为它法令纹天生就是比较深一点点，所以呢，如果真的还想要再把它消除的话，还要再来一次，就是再打一次这样，但我觉得你现在可以了啦，很自然，他说一个礼拜后会。 吸收，然后会更自然，好棒！我现在有点心动。那你这次是怎么预约的？哦，我是用 Quickchat 预约的。哦，因为它有那个可以用中文，所以蛮方便的。哦，所以应该也不止玻尿酸可以预约吧？好像漏毒、皮肤管理这些，对，都可以预约。心动，我也心动。 好，如果大家对于这些微整项目还有今天影片有兴趣的话，我都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你们一定要记得点开来看哦，并且透过 Creech 预约，还有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优惠？比较便宜，因为我们刚好偷看一下荧幕上的价钱跟 Creech 网站上的价钱有一点不一样 ，Creech 比较便宜。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喜欢，并且订阅我频道，顺便追踪我们两个的 IG。谢谢大家，拜拜。